该是九月三十就离开，啊，伊初一到初九都伫公司上班，哦，无彻底吼，伊这个人事的移交吼，应该伫要离开以前，差不多一个月前应该就爱办移交啊，各种请点才对。唔是，伊离职了，伊阁走去内底去，啊，伊讲啊，所以讲因人民讲啊，铁索大家拢信任嘛吼，啊，所以讲应该无问题。伊十月初九，到尾查出来，他家己十月初九办理车，伊用伊的迄个啥，同志人的名咧，甲迄个护照咧，出去啦，我走。用假，唔是伊本人的护照走。啊，伊即呾会滴迄落，伊我用尽苦心吼，拢去甲伊通知落个照片要共款，吼、哦、啊差不多啊用个有个方式，啊走。啊，到尾啊，就是十月十三个时啊，啊李丽啊，加上即个新地啦。啊，提出报，啊，大托管的地点，啊，伊伊个年龄，啊，被啊侵占，啊，然后啊，这个台北地检署啊，啊，批过这个司法章，伊被传召嘛，被传召到他旁边啦，到他旁边啦，啊，甲履行书票啊，哦。我看遮吼，过来讲起来啦吼。即摆就是讲，李丽这个啊，去到香港啊，新地公司啊，谈判也会那么合理吼，就是啥物原因呢？伊讲伊会使，我会使用这个公益啊来做谈偿还啦，哦，啊，我甲你做十九年啊十八年的律师费用，一年100万，啊，若无用到100万，只爱做公益，我这些做过的，啊，伊欠的。是啊，免还较济就对啦，照伊安尼所行的，啊，这个就是讲创，是讲会使讲伫世界上吼，我创一个讲，哦，这个美丽啊，美好的珍珠啦，伊讲这个就是啥，拢是信任啦，加讲。我我这是来做解决，我感觉这是不是内底我有内幕，但无清楚啦。啊，讲是讲了好听吼，啊，当然这个事实的我们去探讨的啦吼。啊，可能我看咱即摆就是接过来讲，咱主要要来探讨吼，这三个问题，吼，这个。咱导致这个叫啊，就应该压力吼，啊内部控制，那么切除这个风险吼，啊要了解讲平常一般迄个员工的习性安怎，哦，伊有啊各种有没有在做各种投资失利啦，有需要这笔钱啦，啊这些因素啊这。啊，然后我们再来看，哦，
态度，这个态度合理化了，就是说啊，那那都接得起这里经营啊，所以讲接得起潜在的风险啦。哦，因为讲是自私的、自私的情形哦，但一下讲哦，确实就是拢是家己认为。这不是有弊啦，吼、哦，拢有这个家己看法嘛。啊，我看时间上的问题吼，啊，最主要的建议就是讲，要来引进公司主力啊，来诶资助啦，来提升会计制度的成效，吼、哦。第一点就是要建立正直的。啊，道德标准到五万，第二就是管理阶层要负责评估啊，这个舞弊、这个风险哦，啊再来审计，委员会的监管哦。啊，当然这些还有细节的，我想到这边就啊结束吧。啊，谢谢各位，拉里拉达，谢谢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今天。今日谢谢余弟，要问咱们家。老阿弟啊，我来问一下，注意啊，讲义，讲义，没有看到，快到吧。
和史蒂芬好几代的吸引他投资，一代不如来不如对不？那哪位超人爱变笑？我要上来，我忘记带他的坐姿，因为我上来了，这边我十天了不回去，就要用记。怀孕没有关系，你就记得。我跟他讲，他说哇，他很热情。他说他有一个，他说张玉章的。他要做我叫他受训，他说他考虑下一次，所以你再打电话给他鼓励。好，我打电话给他好了。叫他找四个人在外乡镇，他说好。他要这个500，我上去给你带过来，他都出走了。他是国中老师退休的时候，国小应当是高中吧，高中的。他说我年纪这么大，我要去上学。我说这不分年龄，我讲只要在台湾打拼，我对了对了，就好了。对啊，有这个心了，要有这个心就好了。他那个话也是动作动作感觉动的。那这些人也不是要钱要职位，就是为了他好。我今天我可以一人走回来，两边都找不了座位。你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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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再帮我买一个那个多的那个叉的，叉的叉一个那个叉的，一个那个，然后再一条线，对，就帮我买那两个，谢谢。哦，行行行，我先给你吗？就是一个那个多的那个插头，插这个的，因为它就插满了。我想说，因为那个多的插一个，我问题是你的，我插一个延长线过来，有一条线要跟着过来。够可以，还蛮差的。再帮我多买一个那个多的插头啦，就不用麻烦，因为我怕它这样接，影响你的作业。当然，这是真简单，伫两点钟的中间吼，啊，咱做一个真简单的了解宗教。我的题目是分做三大部分：宗教、宗教人、甲宗教研究。啊，这个题目是应林义荣教授，啊，伊这个华龙峰的保安宫有一个研究，我先卖个答应。嘛，甲中国学者做伙，我拢有看，啊，因拢咧谈这，你敢若面对台湾南演讲，我甲带讲一下。咱知影国民党占领台湾，到今已经66年了吼，真正有伊个吼马克思主义管理，有国家管理，我看3-4年个尔，所以拢流亡到台湾。啊，伊来到台湾，佫无谦卑啦吼，佫无谦卑，用殖民政府。甲这个从台湾人看作殖民者，啊，甲日本政府，啊，日本政府因为
咱台湾拄着这个林地医生的庇荫，所以因台湾的建设，全世界的私人地中间，我感觉上好。咱去研究历史就知影，较有用心，特别是胡廷新兵吼，伊对台湾的建设特别用心。国民党来到台湾，这个造路政府是从台湾人分做两个大概念。那我个人的认识，一个是统治概念，一个是被统治概念。一个私人政府，就是被私人的奴隶啦，注定国民。即款的经验，那读历史的人也拢知影。我是读这个巴比伦、古巴比伦史、埃及史、啊希腊史、波斯史、罗马史，啊两款的阶级，自由民甲奴隶安尼啦。我所讲奴隶，就是讲像咱人去了解，啊，就做主做辈迄款是注定国民的，无迄个真正国民观。啊有啦，台湾和国民党政府照顾，就是军公教，是嘛？有18%当领，啊，啊有特权的啊，啊是在甘愿做中国奴，或者林理长，啊就是。所以咱演完选举就属国民党，讲国会吼后边啊执政八党，啊根本就无法度当是统治台湾，迄完全是迄个国会多数拢国民党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无奈吼，我做一个70，啊，已经活到今仔日大概74年啊，我1937年出世，我感觉足无奈。受3年基本教育，一年幼年，2年国小，啊，第二年是走路啦，因为我住伫高雄吼，啊，囡仔时代是大人。啊，所以这个经验，我看这长辈人拢总有，特别咱这位80几岁的这个老兄哥。哦，伊个进欧盟尼，我高手高手对头两个位，啊，我甲他小学一几年时阵吼，伊个升级的时阵，捌听，这个柯桥先生的念伊我都无啊。啊，中国兵啊来台湾，我也伫车头听起有对，啊，伊个咧场面吼，看到是新观念一面。所以若讲论这个政治时代中间，我上清楚，对头到位，毋捌做甲直接的国民党啊，有人一直压力咧叫我做。绝对不错。啊，所以这问题吼，才是重心有咱想。有人讲，你研究宗教甲政治无关系，你关系有够大。因为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，日本人足聪明。啊，伊要对一个被殖民的土地甲人民，伊首先爱了解宗教情形。所以大正九年，你看历史，大正九年已经有宗教调查报告书出现。理解。我咧研究宗教开始，对历史嘛是看出的资料，够厉害，日本人不够厉害。有一个叫做托利先生，鸟居龙山，日本要发动台东啊战争的时阵，化学家调查迄个用人类学的观点来调查。日本占领台湾第二年，托利先生就已经来看到原住民，调查原住民，所以当时原住民咧搬人头壳的上面，伊拢做记录。不够厉害，所以这是一个先进国家的做法。国民党无可否，国民党用一个政治宗教来压制台湾，就是三民主义教。有人讲三民主义乃是宗教，我唔记得伊甲共产主义共款，伊从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甲对话，啊，这叫做 political ideology， 政治意识形态绝对了了后，就出宗教性，英文叫做 religionity。出去宗教成了后，宗教的条件伊拢有哦。我分析互恁听，因为我是讲宗教史的，我足清楚。三民主义教的教主当然孙中山啦，自称伊是基督徒。三民主义教的先李先刚哦，当然是在主持在和主导在帮助些这款的人。三民主义教的新皇帝来到台湾进行改革。啊，讲到蒋总统啊，的议政，咱做兵的时阵有款经验。伊是新皇帝，交好无期，爱用一个子弹。三民主义的圣典就是三民主义，三民主义的教条就是国义教。三民主义教的世界观作恶，三民主义讲的中国，三民主义的这个三民主义教的信徒国民党啊，三民主义教，哦，伊的这个伊的理念作恶。中东顶爱国，爱国顶中东。三民主义教的礼拜时间，就是礼拜这个礼拜拜周会，就是
每个月一礼拜的月例会，啊，底下就进行一个敬礼拜拜。啊，这个敬礼拜拜是无一本人的。啊，唱完呢，讲歌了后，因为讲几歌了后，抓到伊入去中山堂，来对迄个孙中山，啊，这个基督教底，我也是牧师啦，这个基督徒吼，人当作皇帝来甲敬礼，啊，一鞠躬。再一公，三一公，咱西边的一边的尔，伊行三遍，刷落去就讲新皇帝铁骨，以致力国民革命完四十年，其目的在求中国自治有平等。新皇帝铁骨，这个我日本时代去听国舅先生讲，进国民，我甲国说国说。